台北市中山区的八德环保站回收的物资量相当大，志工们虽然忙碌，但是呢，大家还是抽空参加社区扫街、敦亲睦邻，也感恩里长跟社区民众常年来的支持。台铁的老宿舍绿意盎然，但入冬后大量的落叶，环境不再美丽。铁路局的宿舍，吼，啊，因为长久以来吼，拢无人咧整理嘛，吼。有啊，正真多。虽然是嘛真空气是真好来讲，但是许话啦，有者这无病咧，点到制造肮脏。里长号召左邻右舍一起来清扫，在同一里的八德环保站，十多位志工也都来加入。其实，在家里我都不做这种事情的。所以点来讲，扫地扫新地，看得非常干净哦，做得非常干净，大家心里也很舒服啊。爱护地球啦，爱护环境，他们都在做环保志工。过年前回收物多，环保站的人力其实很吃紧，但再怎么忙也一定要来帮忙。真无用啦，咱环保站嘛，特别讲用嘛，啊，因为吼，互伊感动，即个里长甲咱来真照顾，啊，我也感动着啦。尤其是即个厝边隔壁嘛，足好个，啊，我就想安尼，咱嘛得爱跳出来。从大街扫到巷子尾，还给大地一个清净，也给自己一个清爽的好年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王静文、白嘉丽台北报道。